您收好，谢谢，欢迎再来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谁啊？走。哎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下车。放开你！他们把东西都带到大堂了，好像要行动了。林队，他们把东西拿到大堂了，好像要行动了。看见张广富了吗？看到张广富了吗？里面好多人都戴着墨镜，看不太清楚我这儿。他们都戴着墨镜，看不清楚。明白了，注意，盯紧目标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出来了出来了，中间那个戴墨镜的好像是张广富，应该是他。对对对，林队，张广富出来了，中间那个戴墨镜的。等等等，我这有点看不太清楚。严凌红失败留守，严凌红失败留守，其余各组跟进，其余各组跟进。该我们上路了。嗯，石磊，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看哪里啊？左边，左边那房子，三层。哦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里面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报告林队，这边一切正常。继续监视。是。这事情也太蹊跷了，他们好像早就知道我在哪个地方，直接就冲过来了，目标也太明确了。他们一直在外面埋伏着，等我们一到就准备下手。要不是我刚才出来上厕所，我可能就被郝平贵抓住了。不行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大跃进发已经被张国富渗透很深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反正已经逃过一劫了，走。他们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包里还有衣服吗？有啊。找机会换。车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走前门呢？从后门出来了。我看看。应该是两个这里的民工吧？没事。
对啊，咱们往这儿跑干嘛？应该往外跑啊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安排了多少人，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在我们内部的内线，一动不如一静。过一阵子警察肯定马上就过来，只要双方交上火，我们就可以逃出去了。他们已经进入酒店，进入酒店，你们迅速跟上，迅速跟上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是为了查一件案子。需要帮助吗？哦，请查一下张广富的房间号码。好的，他住301房间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过来。记住啊，你们几个分头行动，守住各电梯的门口。来，好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你们两个在那边，你们两个在这儿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。好，记住了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他们很快就能追上来。来，你先喝。好。哎，这个就是那晚你在烂尾楼缴获的那把P6吧？挺有眼力的。嘿，一看你就知道。你对枪很有研究。那是。哎，你枪法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啊，军训过，训练我们的都是老山前线下来的野战部队。平时我没事的时候呢，也会去射击俱乐部玩玩。到现在为止，应该有100多发的实弹记录了吧？就是那个射击俱乐部啊，子弹贵了点儿。打。哎，你胳膊没事了吧？啊，没事，皮外伤而已。老五啊，我有多少年没骑自行车了？您是坐车的，还是骑车的感觉好啊？呼吸着新鲜空气，享受着阳光的照射，观赏着路边的美景，还锻炼了身体。哎，离我们停车的地方还有多远？还有10分钟吧。收到请讲。什么？假的？好，林队，林队，罗辉，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听的张广富是假的。什么？张广富是假的？对，这个张广富是乔装的，真的张广富已经跑了，我们被张广富给耍了。我知道了，回喽。好，全体注意，收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儿好大的，老大。摩托车肯定是无人他们骑过来的。
在哪里？张广富到了双河。什么？你说张广富到双河？是的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好，明白了。听清楚了，这是命令，给我盯死他，万不得已直接拘捕他。再说一遍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但是在行动的过程中注意不要惊动当地派出所。明白。林队，不会，张广富玩金蝉脱壳，居然来了双河。这个张广富啊，真是心思缜密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啊。嗯，咱们不陪他玩了，立即跟严凌红师磊会合，拘捕张广富。上车。好。给张广富拨电话。张总吗？我大林啊。几天不见，真想你了。现在哪儿呢？一块聚聚吧。林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几天我有点累了，回老家清静清静。等我回去请你吃饭啊，咱们再举杯至明月高照。张总，这我可有点糊涂了，在我的身边也有一个自称是张广富的人，你跟他说说话吗？林南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严令红，严令红，收到，您队请讲。你和石磊马上到培训大楼和我们会合，马上到培训大楼和我们会合。是。喂。张广富已经被抓住了。好。你知道怎么做吧？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张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林南，我待你不薄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你，你干嘛非要这样跟我过不去啊？哼，你是没得罪过我，可你触犯了法律，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法律？你跟我讲法律，还讲的那么义正言辞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啊？你就是以法律的名义枪毙我10000次。我张广富最后还是两个字，不服。哼，你林南
不是法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吗？啊？你费那么大的劲儿抓我，有本事去抓那些贪官污吏去，你去啊，你敢吗？啊？法律文明，你跟我说这些，你当我是白痴啊？啊？你林楠就那么清白，那么干净吗？哼哼，张广富，我首先得承认，你确非浪得虚名。你能白手起家，能在银行诈骗到那么多的钱，完成你的原始资本积累，确实有一套。但是，你赖以成就的这一切，恰恰是你一直在钻法律的空子。也正是你和你所勾结的那帮贪官在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。我也承认，我们的法治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，但你张广富没有资格也不配评价法律。现在倒是该由法律来评价你了。你以为你用财色贿赂那些贪官，搭建起来的所谓工程，就可以庇护你不受法律的制裁吗？你以为你这所谓的宏大工程，就真的是铁板一块万无一失吗？你以为金钱和美女在所有人面前都可以一路绿灯，畅通无阻吗？哼，你真是痴人说梦，异想天开啊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林楠已经秘密注意你很久了，对你的情况我了如指掌，甚至都不需要你交代什么，凭你贿赂我的那些东西以及我所掌握的证据，就足以将你送上法庭接受审判。我今天来只是顺便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刚刚接到报告，你的亲生儿子崔大庆被人枪杀了。你的亲生儿子崔大庆被人枪杀了。打电话告诉你的手下，让他们放弃追杀吴真。林队，继续。文慧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吴真在双河医院。什么？你说吴真在双河医院？嘿，这枪就是落伍了点，给你。我吧，平时对枪也没什么研究，上级给我用什么枪我就用什么枪。所以说嘛，我才觉得你是个神枪手，不管什么枪到你手上都能百发百中。你这么恭维我，有什么阴谋啊？我能对你有什么阴谋啊？就是想拍拍你马屁，让你高兴高兴。能逃过此劫啊，咱们也算患难与共了。黄队，放心吧，林队已经去医院了，他一定会保护好吴真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文慧啊，你是什么时候得到陈队的消息的？大概一个小时以前吧。什么？一个小时以前这么重大的情报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黄队，当时不是忙着抓捕张广富吗？我就给疏忽了，忘了。疏忽了，忘了。
你也是老刑警了，这么重要的情报怎么能忘记呢？黄队，要不我也去双河医院吧？不用了，你去押送张广富，我马上到省厅向刘副厅长汇报。是。消息到！老大说了，要把他们两个干掉。
他和于敏在一起，他们已经逃出去了。这样，你们两个留下，我去找吴真。是。废话，现在轮不到你张嘴。把电脑给我打开。玉米，你干嘛？给我打开。我没有密码，打不开。如果你不想让我现在就结束他的生命，就乖乖的给我打开。不就是想知道密码吗？我告诉你。于敏，你干什么？没事，他不是想毁掉证据，他是想跟文丽一样，跟某些人做笔交易，让他看看到底张广富跟哪些省里领导有联系，然后他好选择跟谁谈判，挺好玩的。
这个地方，你在往上，我在往上，我们欢聚在这个地方，我会等你在老地方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等你在老地方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。Love